为什么宁可买 Vivo Nex 3也不买苹果11？不仅因为价格，截至目前9月份新机已经亮相了两款，率先上市的是 iPhone 11系列，另外一款便是日前刚刚发布的 Vivo Nex 3。既然是两款年度旗舰，自然免不了被消费者拿来做个全面比较。对于笔者来讲，宁愿买 Vivo Nex 3也不买性价比较高的 iPhone 11。虽然 Vivo Nex 3比 iPhone 11便宜了500元，但如此选择却不仅仅是因为价格。即便 iPhone 11具备实力强悍的算法优化和芯片图像处理性能，但在 Vivo 的星环影像系统和各类辅助功能的加持下， Vivo Nex 3的最终成像效果和功能多样性远超 iPhone 11。